贾哥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不是9月1号吗？是9月1号，但是也是在烟台开海的日子。开海了吗？开海了，他从那个5/1的时候开始休渔期，就不让捕捞了。到那个9月1号以后才开始开海，就是这些鱼苗什么都长大了，就可以捕捞了。所以今天的海鲜应该是最新鲜的哈，海鲜自由了。对，整个海鲜宴去。咱去哪儿去买呀？去码头呀。有专门的捕捞的那个码头，这里边真的是那个叫什么鱼龙混杂，里边有那些从渔船刚打回来的，还有一些商贩啊也冒充，冒充的，对，冒充是刚冲。那咱能看出来吗？应该那个谁，应该小管应该专业一点，我不行。这都死了吧？我俩又死了。皮皮虾。死了。这样的皮皮虾怎么卖的？15斤。15斤。啊。都是死的哈。啊。他那边有那个爬虾、皮皮虾。啊。也挺大的，自己可以捡15斤刚死的。啊。对。啊，人家做个麻辣。对，麻辣的。那你看。15斤。啊。这个是他们自己家的鱼船。啊。他们回来等着呢，在这儿。今天是开海的第一天，他中午12点的时候才出海。出海，你看现在才3点来钟，他就出海2-3个小时。渔船要开到能打鱼的位置，才能开始下网打鱼，所以说需要时间。来回的路程也需要时间，第一天可能他时间会晚一点。如果平常日，就是说第二天开始，他每天下午的2点左右，因为早晨出发去打海去了，然后去捞鱼，他下午的时候在2点他就回来，就是会卖货，然后一直卖到5点钟，就卖的差不多了，就是一天的收获。大叔，渔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5点。5点回来。回来个渔船，这夸一下都围上人了，你看一看，什么货？哇！给他拉过去吧。小虾。这鱼。哎呀，这是海鱼。直接搁那边就卖了。对，啊，这么多人等着抢呢。等着抢呢。而且这新鲜。哎呀妈呀！出来一个渔船，这些人都给他围上了。啊？围不上杠，你看围了里三层外三层，根本就我给你扒拉开。我给你扒拉开。不用。让海公园了。螃蟹多少钱卖的？螃蟹多少钱，大姨？螃蟹多少钱？这螃蟹好啊！哎呀，这螃蟹真肥。螃蟹多少钱？60。来，这边别夹鱼。螃蟹60。螃蟹是真好。有了。哎，这螃蟹真新鲜。多少斤？55斤。55斤。现在五十多天了，这螃蟹52斤，我给它钓上菜了。大里边还有个鱿鱼，大有小的鱼。多少钱？55斤买的。45一斤包圆。真假的？看看行不行？行，咱就给他包圆了。我是挑螃蟹不太会挑，反正是。我称了吧，162。是不是买的都少？咱用不用再去买点？哎呀，都抢不上啊！嗯，太多了。哎，真是这场面真是太壮观了，还都没见过。天天有，天天开。开海了，海边近，没事的话下午就来溜一圈。对，行。每天下午就来转一圈，就吃新鲜，对呀，上岸的都挺好，满载而归。对。哎呀，这大蟹不小啊！对，很肥呀。嗯，肥吗？看看，感觉挺肥的。里面全是水吧？不能。是。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么肥啊！挺肥的，顶盖。顶盖肥。顶盖肥。这个也肥。顶盖肥。挺肥的。嗯，可沉了。沉。多少钱一斤这大螃蟹？45。哎呀，还不贵呢哈。对，他说是45，得把这点得给它包完它。
给他全包了了吗？这个是刚打来的，多好哈！刚打上来的，新鲜，特别好。这个呢？这个也肥。哎呦我去！哇，全是满盖的。满盖顶顶盖的。给你，嗯，哎，吃哈，嗯，真好真好。哎，嗯，特别好。这个钱值。嗯，这个也好的值。45才贵，都肥。这个也满满的。对，来，这个给宝贝儿吃吧，吃吧。今天看海，咱也吃一个新鲜的海鲜。谢谢。哎呀，不用客气。嗯，看这个，肥哇，特别肥啊，这肥啊，盖肥，对，可沉了。嗯，爸爸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这螃蟹幸福啊！